获得银牌的运动员是北京体彩体操队肖若腾，江苏代表队孙伟，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是天津代表队穆继乐，请颁奖嘉宾和获奖运动员可以留念，也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。感谢颁奖嘉宾，请获奖运动员和颁奖嘉宾退场。